关之琳创立美容保养品牌众好友出席站台，当中最吸睛的就是这一位关之琳的富商男友陈泰明，只是两个人很尴尬，不管媒体怎么喊就是不肯站在一起拍情侣照，其中一样吧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可以不忽略你就是你自己的皮肤啊，事业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有寄托嘛。52岁的关之琳不否认，保持年轻的关键，爱情的滋润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他相信要宣传自家产品，他绝对是不二人选。我自己做吧，应该不会再，还没有想到找其他朋友做代言。但是如果出男生的，我可能会找其他的艺人呢。吸引多年的关之琳被追问，这回开店投资多少钱？关之琳很害羞，只说钱不是问题，他的个性只求慢慢做，做到最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